1000块压岁钱全部给你。不是我，以后你别再闺女了，我也不叫你妈了。这么多，怎么了？发生啥事了？还啥事？你心里没数呀？我不是我有什么数啊？过生日你是不是给他了1000块钱？啊，我是给了1000块钱，有问题吗？那我奶奶过生日，你为啥一毛不给呢？你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别问我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就说有没有这个事吧。有，我是一分钱没拿。咋了？还咋了？有你这么办事的吗？那我奶奶过生日，那你一个儿媳妇一分都不给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妈妈，你都30岁了，不是3岁。妈妈，百善孝为先，做事将心比心，就算一碗水端不平，那也不能清闲的太厉害了吧？你和妈妈是妈，那我爸爸妈也是妈哟。行了行了，妈妈知道了。不是，那你现在到底是啥意思呀？这1000块都给你，你去给奶奶补寿。妈妈，钱没了我们可以再挣，心凉了可就再捂不热了。